好像有点火呀，好像。哎，我 Q 没中啊，坏。还行还行还行，血量优势有点大，不然这波一个 EA 我死了。还好血量是有优势的，他没闪现，我这 Q 没中啊，不然不用这么危险的，这波有点危险。我操，不让我先过去啊，这好难受啊。这不先不欠债了。哇，真没交闪啊！坏了，他的妈怎么往前走啊？哎，我直接炸了，兄弟！给东东你不往后走吗，哥们儿？坏坏坏！直接爆炸！这波直接炸裂啊，兄弟们！我以为那个人闪一下去了。下路有点肥啊，三杠一杠四，还有护臂，还有三个戒指，不好打的。杀个护臂卡特好费劲，不要逼我出九头蛇啊！我再说一遍，不要逼我出九头蛇。
哇，这都没灌死，好肉！三发 Q 加星光的伤害也没关系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么想吃这个车吗？ 这把我就不输就是，玩一把。现在感觉还可以不用纯，玩把纯穿，纯穿那个伤害看着太爽了。纯穿的伤害就是独一档。直接走，不要包个酒一起被卡都收完。 自信了，这波纯狗了。Q 少龙一发，但我竟然觉得这伤害应该能死。哈哈，在干嘛？ 压力确实大，他得补兵啊，他不补兵压力太大了。这我上线就打他，他很难受啊。他的现在玩的，这么有说法吗？ 还是死了，还行，那不是没 Q 到，锤石有点吃力。 啊，哎，还行吧，能活一个，但我1000块呀，我操！哎呦，比卡莎1000有点难受了。
卡特已经想死，有点卡特有点想死。纯川的伤害就是高，他的伤害就是高。蓝 buff 可能有人的，我就飞跃都会在这儿。给个眼，完了，主要这波躲了没，用 R 躲了也得死 ，W C D 太久了。而且卡莎有大，坏！哇，我杀妮蔻竟然还得浇点火，我是没想到的。我杀这个妮蔻还得浇点火吗？好夸张啊！伤害好低啊！嗯，杀妮蔻还得浇点火的。好了，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输肯定输不了呀，我九盾都没出的，我没说。这没死。啊？不是他这样子装吗？这卡带这样子自信吗？他就觉得我这个 Q 一定中不了是吧？错人了，坏！阿了个假神，哎，还行吧。虽然说这波 Q 一个没中，但是还是杀了。
对，该圆弧的，我的这皮肤手感怎么样？值得入手不？左上角有字体，左上角有字体，看主播看一下主播左上角啊，直接无脑入就完事了，兄弟们。 天煞手感好像是冲击的手感，天煞就是杰的皮肤的天花板。 真的贱，不必就算了，还把 W 这样交，我真是出圣啊！这卡都不在的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 卡起来了，13级的卡，我直接破晓了，这么稳定。
他转到这个版本很厉害。 出了吧，顶不太住了，闪不出了。